这里把这个分成切开，把这个一小节变成两小节。我们要讲回来，就发现三十几很多地方很像，当你拆开来找这个复杂化，对复杂化。这种，对对。对，应该是用弹，但是弹出来好费劲，我弹的时候还是很低先弹。对，要先弹，然后把它转过来。对对。这什么？这个几拍了，哥？六八拍，六八拍，你听出来它有几个中音啊？每一拍每一小节里面，两个，嗦啦嗦咪的的，蹦嚓嚓，蹦嚓嚓，就是你听出来它的节奏是蹦嚓嚓，蹦嚓嚓，对吧？所以都是它每一小节，但有一些歌，有些会把它变成三四拍。你现在标六八拍，因为他把三四拍就是把这个断成一个小节，明白吗？咚哒哒，咚哒哒，咚哒哒，他就把那个两一个小节切成两个，变成三四拍。说这个正义性到底是六八还是三四，这是很标准的一个都可以的情况。OK， 明白我说什么吗 ？OK， 好，然后。来看看这个标的，第一个什么？你们标的，
一级。嗦啦嗦咪咪，也就没有，也没有换和弦。没有。没有。这里也一样啊，嗦啦嗦咪，这两个小节一样硬嘛。对。嗦啦嗦咪，嗦啦嗦咪，也是一样，有没有变化？没有。没有。瑞瑞西。五级、啊、好，五级高干，有没有别的？五级，五级啊，就五啊，五七一样的，有没有别的黑的？没有啊，一定是五还是五七的吧 ？OK。瑞西，有嘞，哆哆嗦，一级，我开的三，三啊，整个都是三啊。我用一级，还有是没有三级啊？就一个和弦了、啊，对吧、啊？一个小节 ，OK。啦啦哆西，啦啦哆，这两个是中音。哆西啦，好，国庆你配什么？四。OK。乐红宇呢？你配几啊？一级。配六。配六。林元也是六 ，OK， 六十三，有没有别的？有没有配别的？应该没有了，肯定都这样子。哆西拉嗦拉嗦咪，这跟一样啊，应该一起。我放的五可以吗？就是我上面就是第二节放的是五，是我第二节放的五，对 ，OK。这一节也放了，放五 ，OK， 好。啦啦啦，进来。前面那个一样。一样。对。这是什么？四和四和六的，配四的个句子。六的。我是第一段四，然后后边跟一个六。四六。四六。对。哦。你觉得好听可以啊，最好呢。嗯，那嗦咪跟你一样啊。是不是应该一或者是五啊？一还或者，然后最好呢？五。五。Re re fa re si。什么？五。二级。二级还没有别的，啊？五七，七，对。我们七不要，七就是五七 ，OK 的，七用五七代替，因为当你看到七的时候用五七代替，因为七是七二四嘛，五七是什么？七二四五。这什么？一级一啊，一六级 ，OK 也可以了。OK， 哆嗦咪，哆嗦咪，这个你一个一级，嗦发瑞五七，哇，这个很多变化。后面那个阿门那个你是要怎么配？还不要？阿门四一啊，好，好掉了，对，还三个，还有阿门，阿门就是四一，对，我就是那个是，那是结束了嘛？对。办了那么多选择，帅，一一五一，最简单的。弹吸掉，对，吸掉。完了，第二行。好，你弹完了。没有，一，嗦啦嗦咪，嗦啦嗦咪。OK。七。Okay.
通过了，我觉得五级不好，这三级也不好听。所以。这五级啊。这不是另外一种弹法了。我现在自己搞一个一级。喜欢这个，所以第一小节可以放一和六是吗？六不好，不是，他不喜欢。一和一个六对吧？其实太多了。然后。出来让你们知道你可以有这种变化，这一级，然后三级，然后六级，然后二级，然后五级属七，是的，一首歌可以有这么多种弹法，哦，就是让大家知道，我们弹琴弹多的人，一天到晚就是在踹这种东西，在琴上面踹这种，好不好听，用什么方法，哎，哪一个和弦配这个部分特别好听，哎，这样。弹速有一个特异功能，他一首歌会唱，他就会弹，没有谱他都会弹，所以。我也不知道他怎么配出来，他就凭直觉的就一首歌，对吧？对呀、啊。对，但有时候偶尔会错误，但是基本上都没错，第二遍就不错了。对，基本上，因为我 try 嘛，对，我坐在第一遍上 try 啊，没有，很多时候你就拿起来就弹了嘛，对。那是因为我对那个歌本身就很熟了，对。如果我不熟的歌的话，我去 try 一下，所以你才会听到有一点 mistake， 但是我在 try。对，所以他。就不用这种方式，他就直接踹踹，他有个直觉大概是怎么回事。哎，对，像刚才那个跟大家讲的那个六跟二的时候，我就是直觉出来的。对，所以。OK， 好，这个简谱配合声就到这里，因为这个是靠默数的。OK，、然后希望有用，因为那个有碰到了一个没有和弦的一些课的时候，那你就只能靠你们去配。不是很多人，吉他也可以一样了，就吉他的，就弹吉他的人也是一样的这种方式。我们还没有讲到，因为下几堂课我忘了是第几堂会讲到那个什么和弦进程哦，什么116251多好。三一。对，那个就是自由敬拜的时候。自由敬拜，像昨天晚上我们的昨天晚上我们敬拜的时候是我弹嘛，所以哎，他们大概没想到我会有一个和弦进程的一个部分，就是通常我们唱一首歌，唱一段时间，哎，就有继续音乐，然后我讲一些话，然后就我说请大家祷告，然后就是有感动的祷告，然后那个祷告的人他就自动有感动祷告，我音乐还是一直继续，我在弹什么呢？那个就是自由敬拜啊，那就是一个和弦进程。然后他祷他的告，我弹我的，然后等到他祷告完了以后，哎，差不多了，然后我又回到了前面那首歌的副歌，再唱一次，然后才结束。这样，哎，那个祷告的人还挺高兴，他大概一开始没搞清楚我要干嘛的，就是这完全事先也没跟他说的。我没跟他讲，就是圣灵感动，我就想说，哎，有没有人祷告？祷告完了以后，然后我还是继续弹，反正从头到尾的琴
没有离开过。然后就后来就祷告，他祷告完了以后，然后我们就回到那个副歌再唱，然后最后就结束，然后我再祷告就结束这样。这个就是一种就是自由敬拜。那跟大家讲，有一个地方叫做 IHOP International House of Prayer， 是在美国的第哪一个城市啊？ Kansas 对对。那它 IHOP 是什么呢？就是一个 International House of Prayer， 24小时敬拜赞美祷告殿，就有这么一个地方在美国。那他24小时就有轮班，就有人不同的轮班，几点到几点他来弹琴唱歌，几点到几点另外一个团队来弹琴唱歌，就整个24小时不停的。现在好像在台湾在台南也有一个 IHOP 分支，据我了解哈，那时候我们在北京的时候就希望在北京城里面有一个地方，有一个人他买了一个 apartment， 他就想把他那个变成24小时敬拜赞美祷告，后来不知道是怎么样了，那个地方好像后来也没有做成。那其实在国内有很多爱主的基督徒的，所以能不能做到24小时，首先你要有乐手对吗？还要有那些非常爱主的愿意轮班的啊。哎呀，我很难想象你半夜去轮班的，这怎么弄啊？但是你知道就有，在美国就有，而且这个 IHOP 已经很多年了，所以大家要是有机会去 Kansas 玩的时候，我什么时候我真的很想去，因为我听说 Kansas 那边值得去看，为什么还有一是那边吗？还是 Kentucky 那个你说的挪亚方州在 Kentucky， 在 Kentucky， 对对，所以我就很想说有机会能够去看一看。那 Kansas 是去看那个这个 IHOP， 所以就爱好音乐的，爱好敬拜的，你要有机会，你这一生你要走一趟，去看一看。我知道在耶路撒冷应该也有吧，耶路撒冷好像也有一个地方也有，很可惜我们2019年我们团队去的时候，我们要跟着团队，我们就不能自由行动跑去。下一次我跟牧师再去，我肯定就要去那边去看一下那个地方在哪里。所以我这样讲就是说介绍给大家，就让大家知道，就是说敬拜赞美祷告殿其实是神很喜悦的，神最喜悦就是我们敬拜他。将来这根据启示录里面就在讲啊，当到新天新地的时候，我们就是24小时敬拜赞美在神的宝座前。好，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接下来今天休息几分钟，我们就帮看三个视频，那个三个视频，一个是和弦有还有什么功能，上期介绍了吗？记得吗？加，然后呢？桥。第四集是桥，然后外面、然后回家。1451，今天会介绍另外几个和弦的代表意义。然后这个第一个视频，另外两个视频关于小调。然后今天就会自学指南里面讲小调，为啥？先休息一下。休息一下，五分钟。看我上厕所了，昨天。今天下午大家都有。牧师去哪？牧师去哪？我不晓得牧师会不会去。牧师他说可能会来过来。因为你家去爬那个45吧，不可能。去吃火锅他就会去。你们那边准备咋样？一会儿要不要用什么带点东西？没有，我们都分享。他觉得与其给每一个，不要吓他。他已经两个月了啦。没问题，没问题。就是说，凡是老婆要急的时候，你就闭嘴。这是绝对原则。我这个原则我还没领悟到。你们家会闭嘴吗？不会。你们家你会？
是有意的呀，在这里。和弦一个功能，不如把所有的和弦都归类成我们已经知道这三种功能。那这样，它
Hello， 我是微微关大伟，欢迎收看 Nice Core 好和弦。我今天要跟你说和弦还有什么功能。这个影片是之前的和弦有什么功能影片的续集，如果你还没有看过第一集，请按下面的连结先去看第一集，再回来看这部影片哦。在之前的影片我们说了调性音乐中最重要的三种和声功能，你有听起来很像家很稳定的主和弦，你还有不稳定听起来像是还没完成的属和弦，我们那个时候把它比喻成外面，然后你还有中介性质的下属和弦，我们把它比喻成桥。我们上次也举例了一个非常基本的和弦进行 C F G 7 C， 它就是一个从家里出发上桥到外面很紧张然后解决的感觉。目前我们还有四个和弦没有被定义，它们有什么功能呢？其实这个问题有好几种解释法，不过我最喜欢的一种说法呢，是由德国人 Hugo Riemann 提出的。他觉得与其给每一个和弦一个功能，不如把所有的和弦都归类成我们已经知道的这三种功能，那这样子我们写和弦进行的时候就变得超级简单。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只要看看剩下来的四个和弦是比较像家，还是比较像桥，还是比较像外面就可以了。首先我们先从第七个和弦 B 的减三和弦开始。喜瑞发这个和弦比较像是 C 大调的家、桥还是外面呢？如果你有看上一部影片的话，你应该会发现喜瑞发这个和弦也含有喜发这个很不舒服的三全音组合，所以他应该也会很想解决到 C 和弦，那就是跟 G7 一样有属和弦或者是外面的功能了。所以现在我们就有两种外面功能的和弦哦，分别是第五个音的和弦还有第七个音的和弦。然后我们看第二个音的 D minor 和弦，瑞发拉在 C 大调里面会是什么角色？首先你应该可以确定它不是外面，因为它并没有听起来很紧张，没有必须一定要解决的感觉。可是它也不像是 C 大调的家，因为它的音跟 C 和弦完全都没有关系，所以二号和弦就只好是桥了。说到这边为止，我们要先回到一开始的这个和弦进行。现在我们知道除了 G7 以外， B 的减三和弦也有外面的功能，所以我可以把它填入外面功能的候选人名单。然后 D minor 和弦也有桥的功能，所以我把它填入桥和弦的候选人名单。现在我们有了两种桥跟两种外面，所以整个从家出发再回到家里的路线呢，就变成有四种可能了。我可以走 C F G 7 C， 我可以走 C F B dim C， 或者是 C D minor G 7 C， 我还可以走 C D minor B dim C。四种走法都有相同的功能，但是又有一点点不同的感觉。继续是三号跟六号和弦，这两个和弦的功能比较不明显，不过一般的说法是它们有家的功能，但又不能算是真正的家，因为 C 大调的曲子还是要到 C 和弦才会有真正结束的感觉，所以我要把它们比喻成暂时的家，例如说像是朋友的家或者是汽车旅馆之类的，你可以把它当作你家的延伸或者是暂时休息的场所，但是不能是长远居住的家。我们来把 E minor 跟 A minor 填到这张表里面。 E minor 和 A minor 并不能取代 C 和弦，但是它可以接在 C 和弦的后面当作家的延伸，所以我把 C